这么老这首歌。你是从小就唱歌好听吗？好像是吧。几岁发现的？有吧，小学的时候吧。你是为什么突然间？那你有学过音乐吗？大学的时候学，前面的没有学。那你那时候很浪费哎，那些年。我现在也是这么觉得。我在想说，哎，要是我那个时候学，会更厉害。那就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吧。为什么会有这段采访？当然有问的，因为我唱歌很紧张。我每次唱歌都很紧张。你紧张什么？你唱那么好。后来就是我的专业，我就会很紧张。因为就是其他都能做不好，我觉得我敬业就行。那你这辈子有过那种唱歌的时候发现自己我当然有啊，音不对。有，就生病的时候都会。那怎么办呀？硬唱。没有办法的。那有没有人发现说，哎，他走音了？不可能有100%没问题的。他们还会发现你们走音，他们也好厉害啊。因为现在现场直播很多，所以是人都会。你们不可以还音吗？我不太这样吧。还音是对我们的不尊重。在哪儿吧？你还加入？你唱歌好听吗？绝了。绝了。因为一般都是在看程程的戏。不会说话呀，你好漂亮。谢谢你。那你觉得纵横就是中国音乐圈谁你觉得跟你可以媲美？我觉得是我要努力跟他们去媲美吧。我还是一个还在努力跟偶像们。有点像采访。怎么这么多坑？你不会是发现了恐龙足迹吧？他本来就是嘛，向前辈学习。好厉害哦，好羡慕那种唱歌好听。然后我说的话，我就向周深哥学习，就相当于向所有前辈的学习。我还不算是没有到你可以学习的前辈，我觉得我们还有更多。周深哥学习前辈，我学习周深哥。哎呀，谢谢周深老师，我们休息一下。哇，下雨了。如果我说我真的爱你，谁来和你？你听过这个？什么歌？我真没听过，我听的歌蛮少的。哎呀，你的歌吗？出传雄的歌。我听过周深哥老师挺多歌的呀。你没听过这个歌？这是他最出名的歌。你相信我，我看看这个叫啥名。冬天的秘密。我真没听过。啊？你放一下。这是我刚才唱一个。好，别动啊。如果我说我真的爱你，人家是如果我说我真的爱你。哎呦，你听过这个歌啊？没听过，现学的。那你怎么会唱？现学的。你好厉害啊！孟子义。这个秘密，温暖冬天，就会遥遥而无期。这是什么唱的？好，那你唱。我只问那句，如果我说我真的爱你。你好厉害，你听一遍就会唱了。你在干什么？你就是天生的那种音乐才子。我不是。给扒出去。还有一个歌。还有一个歌，你听听，那个就是落叶的位置不出一首诗，时间在消失，你是我的关键词，可以吗？哥，干嘛？什么表情啊？落叶的位置，我的天消失，是那个天消失，你是我的关键词。你咋了？这是一首歌，好难哦。歌曲就是很难哦。是的，我承认。行吧，那我们就唱那个吧。还唱？我也听很多歌哎。我就是听很多歌啊，只不过我不会唱。你像你的歌我都听过。哇，我是得。对啊。不过
认真的搜索才会听过我的歌。你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意思？你的歌我都听过。不是，你所有的歌我都听过。你早该能听。不行，你随便唱一个，我都能给你接上。你早该，我不想让你为难。我求你，我不会为难。我真的都听过。你这个你没唱出来，为难是我。20到40，20就是你跟你差不多的。对，我的青春其实是李荣浩。李荣浩的是。你跟我俩也差不了几岁呀，你怎么就变成李荣浩了？对呀、啊，你小时候听的不是难道不是李荣浩？我怎么会小时候听李荣浩呢？模特李白。我小时候就是听 SHE。哎，对 ，SHE 啊。SHE 都是沙哥看着 SHE 长大的。我那时候青春是热带雨林，月色我小时候一直以为那是一个青春，这是我的青春。锁在热带雨林，淋湿的全身湿淋淋。为什么没有天路啊？那是青春吗？多青春啊！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。不会吧？多青春啊！小时候我都听这歌，真的假的？原来00后的青春是天路。我妈老唱那时候。我觉得我的青春是 Beyond。哎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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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陈哥有没有可能那首歌超过了20到40的青春 ？Beyond 超过20到40了吗？超过了，超过了。20岁都不一定知道他们。不至于吧？那这不一定。那我的青春是叱咤风云，叱咤风云，万众仰望，叱咤风云，我的那谁梦到我，叱咤风云，我的山，等我的光辉，这束黑色的眼光的野狼，噔噔噔噔噔噔。离得最近的应该就是深深了，鬼声鬼音，爽爽的贵阳，也提了深深。你们去那几天是最热的几天，真的。对啊，深深，我们还在那唱爽爽的贵阳，结果我后面热的流汗，我也唱得很尴尬，很不好意思唱了，尴尬，但还是很感动。就去过一次重庆哈，奔跑。还是很早的时候了，不止吧？那得问他。凯哥，哎，你们是不是就去过一次重庆？重庆好像只去过一次。我记得还是科技馆那一期，我看得很认真。在啊，对对对，就是狂撕，是不是？半个还有技能那期，撕了10个小时。10个小时，因为他有一次复活，啊，那个谁的技能乾坤大挪移还是？乾坤不是大挪移，乾坤或扭转乾坤。哦，那我想起来了，扭转乾坤，杰哥从头再来是吧？从头来一遍，就是那期撕一晚上，告诉我们重来一遍。那我想起来了，撕了10个小时，那10个小时，而且第二天我过生日，我记得特别清楚。那肯定因为没有我，要有我半个小时就结束了。记得特别清楚。尼莫，尼莫是健忘的那个叫尼莫的吧？哎，你要鱼？没有人看过《海底总动员》。海底总动员，好熟悉的动画片。是《海底总动员》吗？是。但是他太年轻，他看过吗？应该看过吧。《海底总动员》我都看过，肯定他。你俩没差几岁吧？3岁。哦。我看的是喜羊羊啥的，我这年代也是看喜羊羊的。哦，你在后边了，你先正式的已经开始跟我们在一个车上了。什么意思？那我先适应一下吧，哥。不然呢？还有什么？我先适应一下。你多大？是用来多大都不知道。20了。哇，03年的，对呀、啊，刚好20。哇，03年呀、啊！04年我都上大学了。哇哇，我4岁。啊，凯哥上大学时候，程程4岁，我的妈呀！真正的老年人都没说话呢。凯哥上大学的时候，您在？04、03年都已经结婚了呢。没有没有，你别，你这瞎说，好像我是二婚似的。我01年大学就毕业了。01年，我97年上大学。你毕业了，他们还没出生，程程在拍周岁照。差2代人，现在大学生结婚让生孩子的话，我们就是跟他们爸妈一样。
头怕呀，好可怕。那可什么怕呢？可怕，你也有我这一天。我有，马上到了。明年的事吧。啊！太快了！这个好难唱，比那个很难唱。那是啥呀？好像有这么一个歌，这哪首歌呀？这个要开多久呀？一千年以后，周深呀，我今天看到他们你的那个拉的那个，他们写说这个时代不能没有周深，我笑死了。求求了，你念出来更感慨。他说这个时代不能没有周深。哪儿啊？就他那个横幅，我看到一个戴墨镜的，然后一个特别大的头。西南王子，这不是亲耳听见自己的应援口号的 reaction。你发啊？发什么？啊、你发啊？其实我发明天那个，明天那个帅一点，这个。诚邀一个人帮我们举一下手机。不行，这不好看。我来，这样可以吧？这样可以。好好好，好开始吧。三、二、一。看看。我在后面配合表演。写的怎么样？你要再保一下吗？可以，我那么可以。你觉得可以啊？那就这样了。那这个排练的剧目呢，叫《镜中魅影》。哟。然后我们的第一个段落是对面的女孩看过来。这俩的关系是？请问。镜中魅影。然后第一幕是对面的女孩看过来，就是镜子里面看到了对面的女孩。就四句词儿。就四句，但是这四句很难，非常的难，一个人只能唱一个字，完成这个曲目。如果有唱错的，就要从头再来。哦，可以。这个第一个字，这个我觉得是不是分给我们这个位撒巴蒂俄？不，一个字啊。啊，就这个。哦，好。那你坐这儿，你不是我也要唱吗？你也要唱。我不是团长吗？团长怎么了？团长怎么了？团长也是从队员里选出来的，没有人，团长没有用是吧？来 ，music。对面灯开，来看过来看。你们是不在意伴奏的是吗？你们是不在意伴奏的是吗？听伴奏，要听伴奏，听伴奏。完全不在意节奏，没人在意伴奏吗？我接上了至少。这个时候就不耳朵不要听伴奏。艺术家容不得一丝的瑕疵。但我是对上了。没有。我也没有对上，我这个团长不干了我。来，再来一下。
对，面对女孩看过来，看过来，看过来，这里的，哎，这里的，哎呀，哎呀，找到黑洞了！我们的曾少年剧组，怎么回事？小童子指挥那个正拍。那这个应该什么啊？应该都更快一点。立灯，立灯啊！这里，那你接快点啊！你这我怎么接？明天按着调来。然后刚刚沙哥的节奏也错了啊！你也错了，太早了。对，早了吗？哒哒哒哒哒哒。嗯，对。听到没？哒哒哒哒哒哒。嗯。那来吧。哒哒哒哒哒哒，嗯，对，年跟女孩，什么快了？哪有这么快？不是他这个嗯，给人呛了一下，你怕你这嗯嗯的有点嗯多了。你们嗯换你们起好头，嗯多了，看见这是一个什么团了吗？来来来来，再来再来，再来一下。可以吗？当当了当当当，嗯，对，面女孩看过来，看过来，看过来，这里的表演很精彩，请不要假装，不，你不在。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哎，唱对了吧？对了，对。太一对了，我们是用了一个音乐的技巧，叫什么 ？Layback，Layback，Layback。